表演吗？全，哇，这个歌跟他们的风格反差很大。我觉得如果是我，我第一次做我没有做过的事情，我是没有勇气像你们一样冲向舞台的，所以我真的要给你们点赞，真的。一诺，你怎么了？就是，我是自己练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没有唱的这么烂过。我，好，唱不好。明白。其实不要气馁，我觉得你们选这个选择，我们大家对你们的眼光就是不一样了，就是一种敬佩。你们三个人的第一个动作啊，往那儿一蹲，李泽龙就基本上是个疯狂的一个枪手。洪一诺，你的姿势特别漂亮。我真的想补一句，就是一诺刚才让我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面，我觉得而且很帅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们作为第一次已经很棒了，三个我都给星。对他们来说，尝试一个新的领域，只是几天的时间，我觉得难度太大了，真的是很让人心疼。我们还是从泽龙开始吧，请各位新推官给星。我觉得李泽龙还不错，就能感知得到他在不断的努力去突破自己，虽然他的动作其实没有做得很好。李泽龙获得四星，获得共享串烧舞台，顿时也有一种释怀了的感觉，完全不会去做的一件事情，然后我完成了，觉得自己挺尽力的。冯夕瑶获得四星，获得共享串烧舞台。洪一诺是大家很期待的，这次的水准掉那么多，他一定是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他选可爱风，他会不会更好驾驭一点？就我觉得洪一诺还是有一些失误，因为他的水平绝对不是这样。No！ 洪一诺获得二星，获得合唱舞台。Oh my god！其实给这个星，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。我觉得他唱是有瑕疵的，但是我给这个星也是觉得，他挑战了他的弱项，他并没有胆怯。请三位选手前往对应的星级区域入座。天哪，好可怕呀！我现在期望我得一星就可以了。反正他跳的真的比我刚开始教他要好太多了。有些动作是敢做出来的，一开始他所有任何一个动作都不敢做出来，畏畏缩缩，所有动作，我觉得这一步就对于他来说就已经很大的突破了。我觉得这一点挺心疼他的。最后一刻最关键时刻没拿出来，那些就是作废了。我没有了自己的舞台，他就很崩溃。我们是在考核，但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把他当成一个跳舞特别炸的选手去考核，我们是考的他自己和内心的一种竞争。我们六个人不是来评判你的，我们六个人是来帮你的，我们无非在这里看到了你的短板。我觉得他能不能接受他，或能不能因为产生了这个两颗星，他能往前再迈一大步，是靠他自己去领悟的。我们刚才冲一波，要不我们再冲二波，然后再来炸一次，好不好？张雨绮，张雨绮，快去！
所以冲二波，三二一，张姐，张雨晴，张雨晴，蓝心雅，蓝心雅，张雨晴，张雨晴，蓝心雅，蓝心雅，哇，那组人太强了，我很怕呀。但是我脑子里面一个想法，不行，我得上，不能怂，然后就哎，赶紧走出那一步。人南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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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人南路，加油！张雨绮，张雨绮，张雨绮选了冲一波，真的。大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这次三首歌不算是我很喜欢的风格，但很多东西我觉得要自主去。尝试考舞台张力的话，它就是需要肢体的一些张力。大家都觉得我好像长得看起来不会跳舞，这次正好冲一波，我能发挥的东西可能更多一点，也可以享受一下跳舞。你这几天有减肥吗？还是一样？我一天瘦了2斤，一天呢，很累，但还在练。我觉得我很强，接受东西的能力变强了。你这样做就有点像有请下一位。对对，我觉得你这样做比较帅。我现在在尝试怎么样把歌曲和舞蹈就是变成自己的感觉。在风口浪尖当高手，我越动我唱的越爽，我觉得很爽，还蛮喜欢的。那你觉得这算是挑战了你的短板吧？我觉得它可能不是一个短板，就可能是一个以前没有开发过的东西，然后这次去挖掘了一下，就是一个对自己新的认识吧。让我们保持最苦最甜。这次有啥？这次几颗星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这次必须5颗星以上。我们要唱我自己写的歌。做自己，坚持不讲道理。一二三四，太棒了，浑身是汗。用这个六神冰凉超爽沐浴露，洗完立刻感到沁凉舒爽，一下起风瞬间沁凉，拿六神回宿舍冲一波啦。如果要真的让我去表现的话，我觉得爱上未来的你我应该是这三个首歌里面是最好的一个，因为我本身之前就是这种风格嘛。好可爱。但是我不想再去挑战这种风格，我觉得对我就在一个舒适圈里面没有意义。然后冲一波，来来冲一波。这首歌跟我完全不一样，我觉得会让人眼前一亮吧。很多人会很惧怕跳舞，不够自信。你要让人觉得你虽然不会跳，但是我完全敢跳。你就只要做到不要让人觉得你在怕跳舞就对了。我觉得跳舞有人来的话，你的情绪不应该是紧张，应该是兴奋。比如说我会有一种表演的思维。